从那个人站在那个巷口走出来，就是，哎，进去的是教堂，从那边我们从那边走出来。啊，这有一家卖乐器的，他们是管乐器。这里写着1649年。要想过来，这些都是很古老的房子。叫做 Flemish style， 巴洛克 Flemish style， 当然是新的。好吗？不用，没用。跟你说这是卖房子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。现在这里是卖房子的广告，就像新营房屋前面的那个。欧元28万。啊？有一点像古堡似的，要420万欧元，几亿的，这个也很贵的，古老的房子比较贵，这个要多少？230万欧元。找到一个好多交叉路口，这里的景致也不错。上面写一个 The Lion， The Lion， 那个就是卖房子的。这里夜景应该会不错，因为吊满了灯泡，装饰。前面有整栋连续的现代建筑物，但是我们不走那一条，走这条古老街道就漂亮。这个店挂了一个面具，还会摇。法国的漫画书都很精美，那个封面都非常精美。这是一家书店，专门卖这种。都是很精美的装订。这家店都是卖书，还有很美的这种偶像。如果都不便宜，就是。下面这个很特别。对了，想起来是歌剧院后面。歌剧院的另外一栋建筑上的很美的金色装雕像，就是
证券，这个 Opera House， 现在当然没有在演出，应该要到九月以后才会有节目。Opera House 就可以，左边这里前面有点灯的，就是火车站。SNCF， 我们现在走另外一条路回去，要先去旅馆休息一下。如果有足够的时间，看能不能到一家 Hotel Carlton， 再回头望过去。Opera House 旁边的市政大厅，那个 Post House， 我们从另外这个条路走回去旅馆。这里有很多餐厅，还蛮不错的商店。还有这种大众酒家，中国餐厅。这里有一家亚洲餐厅，亚洲酒家，这个是、中国餐厅。我们游了一个早上，都还没看到东方的。这里有一个教堂，这个很接近我们住的地方。还有一个来到这里十字路口，常常从那里走过来，会有一个建筑物，建高塔。刚刚从那边走过来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教堂。刚刚看过那上面开始了，我想不太进去这个教堂。啊，前面就是北京楼了，北京楼那一个路口过去就火车站。King， 大，蛮大的一个招牌，就是这个教堂的后面。右转的，这家就是佩影刚刚买立刻拍相机的地方。这就是火车站的。我们的旅馆是从这个方向。那当然，对的，在斜右边的巷口路口进去就是。对啊，还有一家胡林冕，哦，中国餐厅很多，法国北部最大的城市，还蛮热闹的。